急嘛。大娘，你这么急干嘛去啊？你过来把来买家，要来多，我去采家呢。现在新疆这么便宜，你怎么舍得不把它卖了？我只卖一部分，没有办法呀，那是人家的地，人家要拿回去种油菜呢。哦，行啊，那你先去嘛。我昨天扛豆腐扭到腰了，一会阿香回来我叫他去帮你。没关系的，你好好休息吧。早上我已经给我婆婆打电话，她说送小孩上学就来帮我呢。嗯，那你忙你就先去嘛。嗯，好。现在新疆很便宜，过段时间再说啊。行。